他自己回去，不要跟爸爸走。下班了呢，你不走，他不走了啦。怎么这样？这天我准备收摊时，来了一位带着豹猫的主人。我想说离打烊还有20分钟，所以邀请豹猫试躺看看防水垫。而后因为真的要下班了，所以不得不请他们下次再来。没想到豹猫却开始赖着不走，连主人将它抱起，它都还是马上跳进防水垫里，让大家哭笑不得。对啊，刚刚都快睡着了，你踏得好微量。智商真的是有点，我好像常这样，很堪忧哎。我是有看过狗，就是在一直凶他自己的毛，一直凶自己的毛。哈哈哈！觉得苗，你也觉得苗头不对，你追不到。这智商真的是有点。我是有看过狗，就是在一直凶他自己的毛，一直凶自己的毛。
没事，握手。这次握手，好。